喂，花雷枪，你好。你两个，一个毕业，啊，一个退伍，想要来接车行？陈伯安啊。在车行塞车的吼，大部分哦拢中年转道较济啦。啊，你给我服务，你才是我的头家。大爷你好。水啊！阿三哦，就是对每一个司机拢较关心吧。爽快。每一个人拢家己应该做的代志。以前的陈伯安跟我说，他想当老师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会发光的。那是因为今年我着无申请过，但是你即摆呢，就是做山工，实在赚偌济啊！我即摆就是烦恼讲要安怎互伊甲我结婚。男人娶妻一字诀，公主请接招。因就是无法度了解讲哦，阿三妈哦，用什么款的心情咧做车？若无想要做啊，我要收起来啊，安怎？你车行要照顾这么一个司机，那我都收起来啦。啊，迄嘛不是我的代志啊，家己的行道路家己爱画好条嘛。你卖闹啦，这么乱。听着一首歌，把心事。教师甄选还没考过啊？难道你要用你的小时200多块来养小孩吗？我安尼啊，考到老师晋级，先去塞客停车。你敢敢找别人讲你在塞客停车？啊，塞客停车是安怎啊？阮倒是华丽计程车行呢。你卖阁骗你家己啊，好不？会来开车的吼，拢已经是上尾部案的。我没有为了这个家付出努力吗？当司机就是这样嘛。陈伯文，不要再拿我们当借口了。如果这只是逃避的方式的话，那我没有办法陪着这样的男人逃一辈子。陈伯文，陈伯文，你哪被叫好啊？放心吧，马上就到啊，马上就到啊。三八五折。啊，身体不好，排啊，讲都讲袂听啦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虽然讲你是误会个，啊，不过不是当代志拢在算得住啦。非得有需要就开嘴啊！我滴个，你家己若有这讲哦，上好啊！我愿意跟你斗杀啊！你知影门开啥物时阵开关吗？你出日头的时阵，我已经知影锁落来，我要拍啥物锁。啊，不管车行挂啥个名，你的人生哦是挂你的名。你家己若决定要做啥物代志，都要认真做个够。啊，你做伙每一工。我有一个蛋，也不过会记得哈，林文章才是阮的头家。即摆我会使决定的，是我家己的人生。李奥，请问你要去倒位？啊，你载家己的老爸，搁饲表要趁钱哦？头家，你要去倒位？去你的头啦，载我去西游记啦。